家里闯入奇怪生物，看一看杜宾犬大个是如何表现的。你看他在这蹦。嗯。哎呦哎呦哎，他知道。哎，大哥，你看那尾巴摇了一个。嗯。大哥呢？哎呀，不太敢相信，好像寻思怎么变形了呢？干啥呀？啊，坐下来，找我保护你吗？哈，以前没见你这一出。有了，大哥，上。大黑哥，过来。认识你，这是。哪？他怕的是你头，你头一干，你咋他闻不出来你味儿呢？你刚才跟他下来，大哥，他闻不出来你味儿呢呢。咱也不知道他聪明还是傻哈，你看，因为有这就好使，再扣。让他的表情老可爱了，放，不能不能，他的项目他不想。你别把我放在那正脸啊，他害怕你的头套，不敢。别张嘴咬人啊、哦！现在大家好啊，你看他大个的表现。你看他坐在这儿干。我带上的现在是。大哥。他以前哪这么听人话？大个的表现呢，说不上精，也说不上傻。要说他精呢？戴上头套他就知道该跑了，要说他傻呢，摘了头套他就能认出你，大家觉得呢，他是精还是傻？